外国小学生啊，都会的单词啊，你可能念的就是不标准啊。我的第三题看一下，这书啊，一般人就觉得很简单嘛，这些都是非常啊常用的这些字啊都要认识啊，这些都最基本的单词嘛啊，包括发音啊意思，一般就念成 book，this is book 啊，这样子念啊，它是念 book。book，你说好奇怪啊，怎么这个 book 嘛，book 怎么念成 book？ 因为这个 u 啊的音啊，一般念到 u 的音啊，可是你看这个 KK 音标，这个跟 u 不一样一般我们的 u 啊是这样子嘛，就像 u 嘛可是这个是啊，你看这个怪怪的，上面有两条小的横杠啊，这个音啊，那这个音。就跟那个"呜"的音不一样，它是带"呃"的音 "，would"，所以它不是 "book"，它是 "book"，就是"呜"啊，带"呃"的音啊，先是"呜"，再"呃"，would，book 啊，所以我们觉得外国人怎么念呢？他就不是 "book" 啊，他就不是 "book"，好奇怪，也学不会啊，怪怪，就是这个原因，就是"呜"加"呃"变成 "would"，book，那就是 "book" 啊。而不是 "this is a book"，book 啊，那当书啊，书本啊，动词就是可以预定啊。我们说预定什么戏票啊、电影票啊，预定什么东西啊，预定车票啊这些。那出生的啊，形容词啊，出生当然它也是动词啊，bear 啊的过去分词啊，所以形容词、动词都可以，可是动词还是过去分词啊。我们一般念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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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就念叮叮咣啷 bang 啊，它是 born 啊，所以它是卷舌的 o 啊 on 而不是 o 不是 bang 而是 born 啊，可是 r 是干嘛呢？为什么用绿色标准？它就是前面讲过啊，它是 e 的音啊，可是念得很轻啊，所以 KK 比较明显出来，你就当成 e 啊，当成这个 e 的音啊。但是啊，但是念得比较轻一点，born，也就是说，或者我们另外一个讲法就是变得更卷舌啊。本来是如果没有这 r 的话，就 born 卷舌啊，但是有一个 r 就变 born 啊，像那个神鬼那个什么神鬼什么东西啊，那个那个他就是 Jason Bourne。啊，所以外国人 Jason Bourne，我们华人肯定 Jason Bourne 啊，Bourne 啊，出生的是 Bourne。那老板呢，一般叫 Boss，Boss 啊，肯定叫念 Boss 啊，他是 Boss 啊，跟前面这个卷舌的 O 一样，它带一点点啊 out 的音啊 Boss，Boss 而不是 Boss 啊。Boss 啊，名词就是老板啊，动词就是老板嘛，要指挥嘛，或者当老板 Boss。那这 Bow 有两个音啊，所以有时候一个英文字啊可以有两个啊，一般就两个，大概三个的就太少了。所以有时候一个字可以两个发音啊，然后可能有时候两个字是同样发音啊，有这种情况啊，有时候一个字母啊。不发音啊，有时候一个字母可以发两个啊，所以有这些乱七八糟的情况啊，所以很乱啊。像它一个是念 bow 啊，这个就不卷舌啊，前面这个是卷舌 on，这不卷舌 bow 啊，就比较没问题啊，因为一般华人嘛啊，华人、中国人、台湾人常常不卷舌啊，这个念这个就没问题 bow 啊。可是另外一个是念 bow，这个是 ow，澳洲的 ow，可是更卷舌一点 ow 啊。bow 说 ouch 啊，好痛 ow 啊，这样子。我们说奥克啊，像名词啊，就是射箭的弓或蝴蝶结啊，这些都念 bow。也可以是这个形容词啊，弯曲的啊，也可以当动词弄弯啊，所以它有三个词性啊，这些都是念 bow 啊。可是什么时候念 bow 呢？就是动词、名词都可以，就是鞠躬啊，鞠躬、弯腰啊、欠身啊，就是鞠躬。可是它另外这个名词的部分多了一个，这个字也算常用吧啊，是常用字啊，
就船首啊，船的头啊，船尾是 stern, S-T-E-R-N 啊，所以他有的时候啊，像我们刚才讲这三个情况，他念 bow 啊，不卷舌没问题，可是这两个啊，动词名词鞠躬的时候念 bow 啊，是这样子。我们说品牌啊，牌子啊，动词也可以当啊，印上商标啊，或者是打烙印。以前的西部，你看西部片啊，那牛啊是谁的？我打一个缩写啊，比如说我是姓 Smith， 就打一个 S 啊；像我姓刘，就打一个 L， 就表示我的啊。那如果别人说哦，别人把牛抢去或牛走失了，哦，他也打一个，那两个都打，那算谁的啊？就警长啊，或当地啊治安单位就说哦。两个都打啊，一般只打一个就谁的嘛啊，就看你缩写嘛啊，两个都打就看哪一个烙印比较旧一点啊，打的比较久，那就是旧的以他为准。那另外一个是新打上的，那就是后打的，你就是偷人家的啊。brand 啊，大卷舌 brand 啊 ，brand 啊，不要念成 brand 啊，它是念 brand。那这个多一个 y 呢，就白兰地酒啊。动词也可以当动词啊，一般人不知道啊。brand 也可以当动句啊，也可以当动词，就是用白兰地酒啊来调制啊，像鸡尾酒啊，有时候加一点白兰地 ，brandy 啊，但是它不是 brandy， 这个是也是带耳钉 ，yeah，brandy， 而不是 brandy 啊。那面包呢啊，面包它也可以引申出来当食物啊，也可以当动词啊。撒上面包屑啊，都可以啊。一般只知道是名词，不知道可以当动词来用。bread 啊，卷舌卷一半 ，bread 啊，一般不卷舌就念 braid 啊 ，braid 就不对啊 ，bread 啊。那像那个啊，像这个打破啊，我折断啊，名词就破损了、啊。像 break 就 break 啊，不卷舌这个没问题，一般人会发没问题 break， 可它很怪啊。像 break 后面加一个 fast 啊，就变成早餐嘛，也可以当动词啊，吃早餐或者供应早餐啊。一般人也不知道说哦，这个名词啊，早餐还可以当动词啊，可它发音就不一样啊。你看前面 break 是 break 嘛，不卷舌啊，到了早餐呢，这边 breakfast 啊，又卷一半啊，这两个不一样 ，break。breakfast 啊，这两个都不一样啊，一般可能念成 breakfast 啊，这音就差了一点啊。像胸部啊啊，或女人的乳房啊，胸部是男女都可以用嘛啊，可是一般 breast 一般讲女的多一点啊。然后动词可以是挺胸嘛啊，挺胸面对嘛，面对勇敢的面对嘛 ，breast 也是卷舌卷一半 ，breast。像这呼吸就很讨厌，有三个字，你看吧，这个是名词呼吸，啊，这个是动词呼吸或喘息啊，啊，又有一个名词啊，呼吸，另外可以当微风的意思啊。你看，我们先看这个名词呼吸 ，breath 啊，卷舌卷一半 ，breath。那动词呢是 breathe， 啊，第一个它就变成 e 了啊 ，breathe。啊，这个是不卷舌的 breathe 啊，然后这两个尾音啊、子音啊也不一样，一个是死，一个是 the 啊 the， 这个死呢，就是稍微舌头前面啊、舌尖呐 啊有点在上下排牙齿中间啊，但不要超过啊。这个 the 啊是没有顶在上下牙齿中间，是比较偏那个上啊。上牙齿啊，还有到上颚啊那一个地方啊，啊，这个是 breath， 这是 breathe 啊这样的。然后这个名词就是 breathing， 就是第二个的这个后面加一个 m 啊 ，breathing。所以你看这三个字不一样，跟呼吸有关了，还是一般搞不清楚。你看第一个是 breath 啊，第二个是 breathe， 第三个 breathing。啊，那你说这个呼吸啊，两个都是名词，都呼吸啊。我们一般讲自然的呼吸啊，用 breath 啊，正常人啊，正常的呼吸。那你说一个人昏倒了啊，或者躺在地上
例如说有没有死掉啊，或者有军队啊、士兵啊、重弹倒下来，然后有时候你就用那个指头啊，在他鼻孔那边稍微啊碰一下，看有没有气息，那种就用 breathing 啊，就是不知道他死掉没有，所以这两个字意思不太一样。我们说砖呢、砖块、砖头，但是也可以用砖来砌砖啊，用砖头来砌砌上去啊，就水泥工啊，砌砖。形容词就是砖砌的，用砖头啊砌起来的啊。这个是 brick， 砖头是 brick 啊，一般肯定的 brick 啊 ，brick 念错了 brick。那桥也是这个带儿的 bridge 啊，一般肯定念到不卷舌 bridge 啊，念到这个。那当然这一是不发音啊，它是念 bridge， 就桥嘛。桥梁嘛，动词啊，它也可以当这个鼻梁啊，也可以当眼镜架的靠近鼻梁那个地方都可以啊，很像一个桥嘛。动词是架桥啊，或者连接，架桥就连接嘛，连这个在水上连接两边陆地嘛，连接啊 ，bridge。那兄弟呢啊 ，brother， 它不解释带耳的音 ，brother 啊，所以父母。兄弟姐妹这几个字啊，一般就不太会念。像父亲呢 ，father 是卷舌的 ，father 卷舌的。妈妈呢，就这个音，不卷舌带的 ，mother。你看，父亲是 father， 母亲是这个 mother。然后兄弟呢，又是跟妈妈这个一样 ，brother 啊，不是 brother， 一般可能都念成 brother， 他不是，我们说美式发音，他不是 brother。那姐妹呢？一般念 sister 啊，她也不是，她是带 sister 啊。我们再念一次 father mother brother sister 啊。那兄弟姐妹加起来，你说有时候也讲兄弟 brother 姐妹 sister 好讨厌，手足啊，兄弟姐妹叫 sibling 啊。那全家嘛，这兄弟姐妹加上爸爸妈妈儿子女就是 family 嘛， family 不只是家庭，也可以是家人啊 family。 那我们说水泡啊气泡啊也可以当动词啊，沸腾啊，沸腾 bubble 啊，有人一看到 U 嘛 bubble 或者你讲 bubble 啊 bubble 啊，这个像惊叹号我们讲过是 L 呢，如果是惊叹号，就 L 放前面就是 L 啊，一个 L 放在后面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也是 L， 一种是这个惊叹号。那惊叹号意思是什么？它是半母音啊，就带 O 的音啊。如果 L 放在后面，就是纯粹的子音，那叫 L 啊 ，bubble 啊。但是它划过去啊 ，O 比较轻啊，所以 KK 音表就不写那个 O 啊。我们说水桶嘛，这个常用嘛。名词啊，水桶，动词就是啊，用水桶来提啊，就装了水提过去啊，或者下倾盆大雨。Bucket 啊，所以这个字啊非常美国化啊。一般看到念看到 U 啊 ，bucket 啊，它是 bucket， 或者念到卷舌音 bucket 啊，就不对啊。它是这个一带耳的音 bucket， 而不是 bucket。不是 bucket， 是 bucket。所以英文常常这种带耳的音的时候，它都念的好像短促一点，叫短促音啊，好像感觉上快一点啊。bud 啊，就是芽发芽那个植物啊，花朵发芽或者动词发芽啊，开始生长啊。bud 啊，跟这个一样。bud 啊，有人看到乌嘛，不得或者巴德啊，这不是 bud。所以后面如果 T 呢就是 BUT 嘛 ，but 啊，所以但是也是这个音 ，but 啊，不要念 but 就不对啊。预算呢 ，budget 也是这个音 ，budget 啊，也可以当动词啊，编入预算啊，或者安排啊，也另外甚至可以当形容词啊，就是价钱便宜的啊，斤斤计较啊，编预算嘛，钱不能编太多嘛，就低啊，引申为低廉 budget。有人看到 U 就不给或者八给啊，乱七八糟念啊。我们说小虫子啊，或者窃听器啊，
那动词要装窃听器 dug dug 啊，这几个都是这个 r 不卷舌的 r 带耳的音 dug 啊，有人看到这个念 b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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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样念 bug bug 啊，乱念一通。那负担呢，或者加重负担，名词、动词都可以，就是 burden burden 啊。那这个呢很特殊，就是往舌头往最下伸一点，一般是念耳嘛啊，所以音标里面像一般是念这个耳嘛，这个是比较正常一点啊，就在比较中间的位置。像这个就是啊，像这个就是念很下面啊，最像 burden 啊。如果念到这个就是 burden burden 啊，这个叫 burden。那还有一个音呢，就这个啊，这个就是最下面啊，最后不是最下面，最后面 burden burden 啊，这样子。所以这个字啊放在最下面啊，就是 burden 啊，这个字一般的华人比较不熟悉。就像土地嘛啊，地球 earth 也是一样 earth earth 往下，好像牙龈下牙龈都看到了。还有那个世界嘛 world 啊。所以我们觉得外国人怎么念得很奇怪啊，像我们世界间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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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个土地啊，地球啊， 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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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就比较不会念啊， burden world earth 啊，这样子。然后你说这个第一个 n 两个子音怎么念，因为它这个 n 啊也是在这边啊，也是半母音，就是它省略掉啊一个耳啊，就意思叫它耳念很轻啊，不然怎么念 ？dn burden 没办法念嘛 ，burden 啊，它省略掉一个耳啊，表示它滑过去，美国的滑音嘛 ，burden 啊，所以像这美国人念的不一样，有的就是耳念重一点 ，burden burden 啊，有的像美国中西部念很轻 ，burden burden， 甚至有的念更轻 ，burden burden 啊，就像山嘛。英国人就念 mountain mountain 啊，那美国人就念轻的 mountain mountain 啊，有的念得更轻 mount mount， 那你有的更夸张 mount mount 啊，这个西部牛仔 mount mount。 然后这个埋葬它只能当动词啊， bury bury 啊，卷舌卷一半 bury 啊，不要念成 bury 啊，它是念 bury。那职业生意啊，就 business 啊，这也是不卷舌带耳的 business 啊，一般肯定是 business business， 它是念 business 啊，连续两个都是 e 啊 business business 都带耳的 business。我们说高丽菜啊，或者包心菜等等啊，就包叶子啊，所以英文 cabbage 也不一定像我们台湾讲高丽菜，它包心菜嘛。有的大白菜也算，反正叶子啊，一层包一层，他们都算 cabbage， 我们叫卷心菜、包心菜啊。那我们一般是用高丽菜比较多啊，在台湾叫菜王啊，因为它生长环境啊，差一点也可以长啊，也可以生长。cabbage 啊，大卷舌 cabbage 啊，一般肯定是 cabbage 乱念一通啊 cabbage。那计算这个一般华人不太念 calculate 啊，你说这是 m 啊，这是大卷舌，应该 calculate， 可是为什么外国人念 calculate， 因为它有个 l， 所以 a 嘛啊，这个大卷舌 add 啊，但是它碰到 l 的时候就变有点 o 的音就出来了 calculate， 你看 add 跟 l 啊，到时候念成 calculate。那这个 A 就完全不发音了。那 call 它是卷舌音啊 ，call 啊，一般念成 call， 周玉 call 啊，或者搞不好念卡动词是叫喊或打电话，名词呼叫或者召集啊 ，call。那如果没有 L 的话，叫 call 啊，可是它又有一个 L， 就舌头在后面滑一下啊，在后面 call。那么说露营啊、野营啊，或者什么阵营啊、民主党阵营啊、共和党阵营啊，或者也可以当动词露营啊 camp 啊，大卷舌蝴蝶音 camp 啊，不要念成 camp 啊，
它念 camp， camp。那首都呢也是一样，大权 capital， capital。像这种音就不要念 capital， capital 啊， capital， capital 啊。那有人念呢 capital 啊，但是美国啊，看它这是 e 的音嘛，可是美国常常这个 e 啊，在第重音以外的啊，第二个、第三音节它就变成啊，这是美式发音的特殊 capital， 而不是 capital 啊 ，capital。英国音就是比较照正常 capital 啊，它就念 e 啊，美国就念 e。除了首都以外啊，当然也可以大写嘛啊，小写大写都可以啊，你要强调的话就大写嘛。形容词啊啊，就是可处死刑的或者大写的啊，就是一般英文要分大小写嘛，但一般叫 uppercase 啊 ，lowercase 啊 ，uppercase 就是大写 ，lowercase 就是小写。那上尉啊，或船长，或机长，或舰长等等啊，就指挥官了、啊。本来军阶就是只有上尉嘛，上尉不一定指挥官，搞不好上面有少校、中校，可是他另外可以当啊。船长、机长啊，甚至指挥官啊，也可以当艇长啊，什么什么什么艇啊，汽艇、游艇啊，那动词担任队长或指挥啊 ，captain， 这是大权是 captain 啊，这边音标是 captain 啊，但是这个有点不太准啊，美国是实在发音是 captain 啊，发俄的音比较多、哦，所以你当照这个字典来没错、啊、，captain。Captain 可以啊，但是实际上发的音 Captain 啊比较多一点。然后这个是 Capture 啊，动词就是捕获啊，抓住人啊，啊名词就是俘虏啊，或者啊应该是啊应该是说啊俘获啊，抓住了啊，或者是啊俘虏啊，有这些意思啊。Capture 啊，不要念成不卷舌 ，capture 就不对啊。Capture， 那这个汽车啊谁都会念啊，但是念到准就有点不太容易啊。汽车啊，它另外就当火车的车厢，一节节车厢啊，它这是卷舌嘛啊，所以一般念 car， 一般没问题会念 car， 可是不准啊。看到美国念 car， 好奇怪，他念的好奇怪，就是 r 是半母音嘛，它带 r 的音。car 啊，但是你说 car 啊，这也怪怪，其实变得是更卷舌啊，双重卷舌的意思啊，啊，如果没有 r 的话就 car 啊 car， 但是有 r 就变成更卷舌 car 啊，带它其实带了的音啊 car 啊，所以这个字啊，华人一般学不会啊，就觉得我们只念 car。美国念 car，this is my car， 我们只念 this is my car，this is my car， 不会念 this is my car 啊。卡片也是一样，你看这个音标一样 ，card 啊，它只多一个的 ，card 啊，一般只念 card 啊，就纸牌啊或者名片嘛，但有时候名片像 business card 啊 ，name card 啊，动词就是记在卡片上面啊。我们说小心的是 careful 啊，这卷舌卷一般 careful， 可是你说这应该是 careful 啊，可是因为它后面有个 l 啊，因为有一个 r 有个 l， 它就有点带啊带点 o 的音啊，你看这 l 就变成念快点就带 o 的音啊， careful 啊，所以这个一般人也搞不清楚，照字面上可能念成了、啊。Careful， 啊，那实际上没有人讲你嘛。Careful。啊，当你把这个去掉，也讲得通啊。Careful， 当成这个念轻一点也可以啊。Careful， 小心点啊。因为本来是美语啊，或者英语啊，他们没有在学音标嘛。啊，就算有音标，以前是万国音标嘛啊。那 KK 音标硬是做出来的，英国没有 KK 音标嘛，那是美式的，那美国人也没有在学 KK 音标，那就可以 KK 音标给谁学，就给你我学的嘛，就是外国人，第二外国语啊，英文就美语啊，也不知道他的母语的人啊，就是两个姓 K 的，他的姓啊
第一个字，第一个字母都是 K 啊，这两个 K 先生啊 ，K 先生们啊，两个就特别对啊，外国人学美语啊，不是学英式发音、美式发音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个 KK 音标啊，当然啊，做出来一定有些地方有小瑕疵嘛啊，像这边就是有一点啊，像 carry 啊，就是一个大犬是 carry 啊，就是啊拿着啦、抱着、提着啦或者搬运啊，名词比较特殊啊，除了啊去载啊运载载运以外，也可以当射程啊炮火或者枪的射程啊 carry。Carry， 那现金这一段这个太常用了嘛 ？Cash， 啊，念到不卷舌就差很多 ，Cash 就差很多 ，Cash， 现金嘛，或者兑现嘛，兑换现金嘛 ，Cash。那 Cash 的它意思很多啊，我们这边主要是讲它的发音嘛啊，所以意思其他意思就不管了，我们这些主要的意思就投掷丢出去的意思啊，名词也可以丢或抛啊 ，Cash。英文就念 cast 啊，那美国念美国很多的 r 的音念是 r 的音啊 cast， 那有些英国很讨厌美国这个音，就我们就念 cast 嘛，嗯，或者念 cast 啊，或者带或者半卷舌 cast 也可以嘛，怎么念到这么卷舌 cast 啊？所以有些英国很讨厌美国这个音，觉得太矫情，所以英国人有些英国人觉得美国人发就是中西部的发音啊太矫情。那些美国人又觉得啊，这个英国发音也是太刻意，也是太矫情，互相看不顺眼啊。说有些人呢、啊，不是每一个人啊，因为美式发音跟英式发音实际上差蛮多的，有些拼写不一样嘛。像我们看很多外国文章，一看就知道啊，这是你看了几段文章就知道这是美国人写的或者英文写的啊，用字啊，有些字母的拼法不一样。还有一些用字啊，有些美国人用这个字啊，那个英国用那个字嘛，就像珠宝嘛啊，那个英国就常用 jewel 啊，那美国人用 jewelry 啊，用字就不一样了。像城堡是 castle， 大爵是 castle， 动词也可以放在城堡当中或者人在城堡当中啊 ，castle。那这都是。等于是最常用的字啊，所以这些字啊，意思第一个意思啊，要知道；第二个它的，尤其它发音啊，如果连这最基本、最常用单字发音都不准的话，那就惨了，那就是问题就很大了。啊，我们这边把这些常用字啊，美式的发音，每个字再念两次 ，book，book，born。Born, boss, boss, b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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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and, brand, brandy, brandy, bread, bread, break, break.Breakfast, breakfast, breast, breast, breath, breathe, breathing, breath, breathe, breathing, brick, brick, birch, birch.Brother, brother, bubble, bubble, bucket, bucket, bed, bed, budget, budget, bug, bug, burden, burden, Gary.Gary, business, business, cabbage, cabbage, calculate, calculate, card, card, camp, camp, capital, capital, captain, or
Captain, Captain, Capture, Capture, Card, Car, Card, Card, Careful, Careful, Carry, Carry, Cash, Cash, Cast, Cast, Castle, Castle。啊，我们最后再把一般人可能乱七八糟念啊，做个示范啊，可能乱七八糟念啊，因为前面这边正确的美式发音已经会了嘛，啊，一般肯定是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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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n, boss, bus。啊，这个比较没问题啊。Brand, brand, brandy, brandy, breed, breakfast, breast, breast, breathe, breathe.Breathing, breathing, break, break, bridge, br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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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bble, bubble, babu, bookie, bucky, bood, bad, budgetBrigade, buggy, budget, bug, bug, button, button, bully, berry, business, business, cabbage, cabbage, calculate, calculate.Coal, car, king, camp, capital, capital, captain, capture, car, card, careful, careful, carry, carry, cash, cash,Cased, cast, castle, castle 啊, 啊，所以我听到很多华人啊念的乱七八糟啊啊，所以这些音啊都是最常用的啊啊，这个希望大家能够念到正确的美式发音啊啊，这集讲这里。